家好，今天来的是 R9T， 你看看，哇，这，哇，太漂亮了啦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么漂亮的车子啊，其实也要提升性能。看，蝎子管啊，还有这框，这排气管，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 Rabbit Bike 的进档快排，还有呢 Rabbit Bike 的电脑已经在它的坐垫底下了，我们就不拆给大家看了啊。这个油箱黑金配色真的很漂亮。OK， 好，那等一下呢，就大家可以看到这台车的试车的影片啊。目前调教的非常不错，主要呢是这个快排，快排要顺畅，还有它的这个挡煞控制系统啊，因为这台车的回油挡煞非常重啊，所以呢这个调完之后啦，就可以真的帅帅的骑车咯。 OK， 等一下我们来看影片。R9T 安装的是 Rabbit Bike Racing 电脑跟进档快排。保哥再来观测一下它的
转速，看看它的这个挡煞控制系统在哪边，它只要介入的。要来进行第二次的调整，那把它的这个快排的秒数啊再多放一点，然后这边可以大家稍微欣赏一下，哦，非常漂亮的一台车子啊，然后安装的是我们 Rabbitbike 轮型电脑跟我们的 RB 的进档快排，这台也很可惜并没有进退档快排可以使用哈，不过呢有快排可以用就不错了哈。因为2020之后的 BMW 它的内部的一些接头它变成很特规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再安装外厂的快排。好，那宝哥现在要来做一些设定，及时的设定哈，画面就先暂时停下。
天这个数据啊，无敌赞啊，哦，一进二，没有什么顿挫感的，哎 ，nice， good， 太棒太棒。好，这个气血循环机啊，左右一直摇晃。蛮过瘾的，一进热早一点，好，早一点。
色再配上金色，就有一种沉稳的那个大哥风范，不会毛毛躁躁的感觉。黑金啊，好看啊，黑金配。很久没有试到 RNIT 了，那很可惜啦，现在它是新款的哈，都没有在支援快台。电脑还有，公有电脑还有，但是它已经进入到第二代了。第二代公有电脑叫 Smart， 那它就是只有负责公有的部分哈，也就是我们这个传统上比较受限西伯兰烧的部分，它可以解开了。那二代的 Smart 呢，现在也变成是 APP 就可以调整，而且它可以随时利用油门来做一个切换，开或关。那这种就是很传统的啊，这个供油啦、点火啦这些东西啊，搭配快排啦，巡机也可以上啦，白色底部，以及大哥，这个呢，因为新世代的高阶车款都有。所以呢，目前呢是集中火力在前一代的这些性能车款上面的升级、再升级。是信义区的松隆路200号，奇摩国际动力馆安装的哦。那宝哥在准备做